今已有两千年历史，这里既是斗水之战的主战场，又是抗击八国联军激战的军事之地。传表演戏，观赏性。长期武术定位将尚德习武之风发扬光大。您的掌声，把你们热情的双手伸出来，为我们这场上的可爱的孩子们加油打气，好吗？
们说不定会带给你们意想不到的精彩表演。谢谢他们的祝福，谢谢。